游戏新干线继搞鬼 Online 与韩国 MGen 公司合作后，日前又宣布与韩国 MGen 二次合作，取得 Nine Online 台港澳 3D 代理营运权，并更名为新武士传奇 Online。 新武士传奇 Online 于2002年时即在台湾以武士传奇 Online 之名推出，由于游戏丰富性、稳定的系统与服务受到玩家欢迎，并在封测期间吸引了将近200,000名玩家前来参加测试。新武士传奇以史诗战争题材为主，主打的大规模两国国战设计，最高可容纳近500人参与。而游戏新干线表示，之前几款经典知名老游戏经过重新包装上市，造成极大的回响后，了解到经典游戏在玩家心中的分量，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，因此在今年的营运布局上，特地加入了经典游戏再战游戏市场这块方向。这次取得新武士传奇 Online 台港澳 3D 代理营运权，将会募集众多资深玩家的意见，并定期举办活动，让玩家可以彼此较劲。新武士传奇 Online 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，预计今年第二季与玩家见面。